灯怎么打？喂，哎，有哎，哎，好亮哦。哎，那它这样子会不会很暗？是吗？哦，好。各位来到铁花村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，刚刚那个是演唱者跑过去的，顺便介绍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就是主题是曾经我们都想要当男女主角，然后这次的请到就是他说他是悲男伤的苏格拉底，只是他今天只想要当阿明明而已。然后他会带来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我们那个时候，对，蛮多精彩的经典的偶像剧歌曲，就是那个时候十点我们大家一定想要看的，比方说爱转角是吧，转角遇到爱，哦，爱转角是歌名啊，哎呀好糗哦。然后啊 MVP 情人我难过5566神曲耶。然后待会他会用他的方式然后唱这些歌，然后我介绍，我好像忘记介绍环境了，那个旁边这边是慢市集，大家可以走走逛逛。然后今天呢是低消120元，麻烦到那个吧台那边点杯饮料，你就可以坐下来听音乐了。然后最后我们的厕所长得有点隐秘，就是你沿着木栈道往前走，左手边就有一栋蛮漂亮的房子，那个就是厕所，对。然后我还要讲什么？哦，对，前面有一个赞美箱，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唱得很好，不错，你想要跟他说一些话，你可以留一些纸条，然后或者是食物还是饮料之类的，甚至就是你可能口袋有多一点的零钱，你都可以投到那个里面，就是不计任何形式的赞美。对啊，因为走到前面是有。那你会紧张吗？哦，不会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阿敏敏。